新鲜啊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5月11点时刻，该是入睡时分。不过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大家正开始忙碌着。在泡了，爸爸泡了脚，又洗一洗脚，又掉泡了，不要慢脚。有了，上。木耳。木耳啊。妈妈，奶奶又买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放在冰箱。这个拍在这边，拍在这个后面。你说那个？这个拍好。我们家就是典型传统文化的家族。我的奶奶，一位留着阿美族血统的客家庄媳妇，正为着除夕的拜天公忙碌着。木耳在哪里找到的？在地里了。奶奶这一周放在家要拜拜的了。哎呦，你看，结果奶奶已经年纪大了，都会忘记了。结果怎么这个奶奶要忘记了呢？结果不准去。这是茶吗？三杯茶吗？照着去年所拍摄的相片反复对照着，以前这些贡品全是由爷爷处理的，不过爷爷早先一步离开我们了，把这重担全都落在奶奶身上。这个是我们怎么讲国语，就是嗯杂嗯色，不是客家话是这样讲，嗯杂嗯色。哎呀，你是在这边，你要到你这边，年龄已经超过80的奶奶，身体依然健朗，看不出来岁月在她身上有留下什么痕迹。明天还要是生命，这个后天还要办呢，好像就好了嘛。忙进忙出的，终于全部准备妥当。传统宗教习俗里，除夕夜要拜天公。每年过年都很累哦，很累，都要用一些东西。你们又不来帮忙。买东西嘛，你们要买，知道吗？现在奶奶应该就要休息。这一夜忙碌得很有意思，宗教与文化的结合也让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。